昨这正月初一天气是真好，造成人潮真多。厦门水库的一天出现超过5000车出入的游客，造成是大塞车。平常伫个园区是塞几啊点钟才出去，按过今仔日初二到目前为止，厦门水库这车流量拢真顺利。民众用手机翕车条，登陆路亲像一条长廊同款。正月初一，厦门水库有进入超过5000车次的游客，差不多是平常时假日车辆数的三倍。河水库园区为早起塞到暗时，民众行村拢无兴趣，怨声连连。长官，台山椅是不是塞车，出不去？多塞，已经塞了5个钟头了呢。正月初二透早，厦门水库工作人员也拢真紧张，拢准备好啊。好佳哉，无出现初一的车潮，交通真顺利。北区水资源局研判，应该是受传统风俗初二转外头找影响。管理单位也继续监控相关路况，那车流增加，就会加强管制。交通都非常顺利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拥塞。对，然后这边也没有太多游客，就是感觉风景很好。天气也很好，很舒服。初一的一个大塞车，那有两个原因，除了民众没有缴费之外，就是周边的一个道路拥塞的情况。那如果管制民众进园，所以变成回转，那可能动线的部分会比较混乱。目前并没有规划说要做这样的一个措施。北水局表示，初一横跨大塞车，主要是小梅花季加上大溪附近老街、中正吊桥、调整地加山地湖生态横跨这热门景点，吸引真多人，造成周边的道路塞车。建议民众先交钱，或者是利用电子票证来交钱，而且会优先为中山管制站出园，减少塞车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